外城。哎，中午约饭吗？吃什么去？吃什么？你非要问我那么尴尬的问题，我怎么知道？明天去你家楼下吃生鱼片吧。你要不来我家吃吧？去你家吃就不去了。我家做了五六个菜。去你家太麻烦了，去你家我情愿去国金，我操。啊？为啥去我家会麻烦？去你家自己还上不来，还要叫阿敏阿杰上来下来接，怎么怎么样啊？复杂的一批，烦的要死。安保好啊。安保好，安保好，麻烦啊，麻烦，我这边嫌麻烦。哦，不去，等我吃完饭睡觉，昨晚睡得不够。我感觉你今天挺精神的呀。我是你爹。我是你爹，你差点就冒脏话，忍住。就是差了一批，怎么当主播的？我不是忍住了吗？我操，还讲脏话？我哪里讲脏话了？我忍住了。我又讲。我哪里？哇，又讲！我操，叔叔好低啊！动不动讲脏话，这种人是拿你的菊花在听人说话吗？这种人，这种人都能当主播？这个胖子现在好气人呐！哇，你看又骂人，哇，素质好低啊！我哪里骂人呐？说你胖子这是陈述事实。哇，这是我令北对你蓝战飞的爱称，懂不懂？